大家好，我是巴哈尔库里，移民失去工作之，同时还是一名摄像老马。工作之余，我喜欢带着儿子一起逛街，一起出游，一起看书，一起尝尝未来。我的儿子有很多梦想，我非常支持他。妈妈，我想当一个当警察。你为什么想当警察？因为我想保护你。那你好好学习，考上警校才能当警察。我觉得他比我小时候幸福多了。他一出生就有大房子住，还能到处游玩，不像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，什么都不懂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会带着他吃美食、逛公园。我很注重在孩子成长的路上给他树立一个好榜样，这个榜样就是我弟弟。我弟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，他在济南上大学，是我们家第一个坐出去看世界的人，所以我和儿子都向他学习。虽然我现在的工作很安逸，可是人往高处走，我还想要考公务员试试。现在每天晚上我自己复习，儿子就安静的坐在一边看书，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吧。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同成长，我跟儿子的小目标都会实现的。